倾听你对答的前言，承受你忽略我发言，仰望你眼神的晴天，拼命不奢求谁眷恋。我一直在这，当你迷失到一夜尽头，我怎么笑着，当你用心怕那的温柔，我练习到最后，作为你的好人就足够，演一个赢不了的对手，拼一场没结果的奋斗。陪你多一天是一天，昨夜和你枕同一边，在我误解中牺牲，我都不争辩，是我兑现他的诺言。我一直在这，当你迷失到黑夜尽头，我怎么笑着，当你用心盼那的温柔，我练习到最后，作为你的好人就足够，演一个赢不了的对手，越承担越寂寥，握紧你的视角，甘愿爱一刀，你比我的输赢重要。我无能为力，看着我的梦想被闯走，我不曾离去，只因你就是我的宇宙。我练习到最后，作为你的好人就足够，然后围巾你帮我脱掉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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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颜色吗？新的颜色，夏天的。现在风泽就是导演，导演是不是压力很大？今天压力很大，染了一个新发色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真的这次想 MV 花的那钱，真的花到有点心痛，所以头发都白了。真的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以一个 Big Bang 的感觉。来来来 ，Big Bang， 说他是 Top 了。来，谁是 Top？ 谁说？你自己说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他。他今天风泽染这个头发，他就是要模仿胜利。屁啊！不知道，想要换一下吧。因为 reference 是谁？没有 reference。他是 GD。GD。就那个 G， 然后把那个你是撇去掉。GD。他是 GD。真的没有一个 reference， 因为我想说我们四个人就不一样一点。然后因为我金发已经金了。快九个月了，我想说换一下。这是芋头色的啊。其实我跟发型师说要灰一点啊，灰蓝灰蓝的感觉。好啦，不瞒你们说啦，其实是那个你想要踏合的啦，不是那个什么韩剧那什么 Itaewon， 它里面有一个厨师的那个女生，她头发是这个颜色。女生的发色吗？对，真的。这位高手喜欢把头发染成不一样的颜色，让我们来欢迎秋风泽。小恩姐你好，各位评审老师们你们好。好，听到你的声音，听说你是来自新加坡。
是的，去年四月就开始来了，然后发了我第一张专辑叫做 Ten Stories， 然后这次来台湾 Long Stay 也顺便发了一个单曲。对，发了一个单曲。你要住在这里了？对，已经在住在这里一阵子了，然后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，卤肉饭还有那个牛肉面，因为在新加坡很少吃得到。想要唱一首我的制作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曲，叫做《人质》。我们来听听这首《人质》。黄韵玲，我和你呀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但你的是我唯一沉溺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，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。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，你吗你吗，我们都别说话。2021年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给予多余的温柔，好不好？多一点温柔。Yeah. 也感谢大家，就是元音兄弟，就是在这三年来成长了很多，尤其在2020年、2019年，也很开心被更多人看到。我们还是一个，依旧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司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做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啊，不管就是我或者伟宏或者所有底下的所有的员工，以及希望听歌的你们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往前走，好不好？走在风中，倾听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想你抱着我。让我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该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的黎明。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，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。
right， 给你们好不好？